了解到 Pitera 的这种是从纯天然物质里面提取的这一点，那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它是能够让我去相信我不太怕它敷在我身脸上或者在我手上会对我的皮肤有任何伤害，而且我用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深信不疑。